新花絮是不是暴露了孩子在剧组跳街舞的事实？站在那个台上要跳下去，那个珠宝山嘛，然后你是这样走两位，然后。我是跳下去的呀。对呀、啊，可是你那个脸声音特别像，特别像跳街舞，对，街舞有 battle。我们来看看街舞里是什么样子。哈哈，不愧是你，